听到说你要去苏联，我真的觉得我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，我也不知道回来以后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，但是我依然会去等你。我甚至想在梦里和我说话的人都是陆振海。我每天上班下班，我都会经过你的门口。我看着屋子里黑黑的，一点光都没有。我始终在想，你要是突然出现该多好啊！你哪怕你不用理我，你也不用看我，我看着你就好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又能看到你了，我真的很快乐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能够开心，你能够快乐，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重要的事情了。你别拒绝我好不好？别拒绝我对你的爱。袁大夫，你是一个好女人。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啊，我跟杨玉环要结婚了，下个星期请大家喝喜酒，大家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啊，一定要来热闹热闹哦。就下个星期，下星期二。哎，好，哎，各位，等会儿啊，我也宣布件事情啊，我老婆来信了，生了，是个带把的，我请大家喝酒。同志们，现在苏联背叛了我们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疯狂地围剿我们，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，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。但是困难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，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越是要挺直了腰杆渡难关。对于我们电力工人来说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多发电，发好电。为此，我建议我们重新启动达标方案。厂长，不行啊！现在苏联方面撕毁了协议，撤走了专家，我们汽轮机的很多零部件已经中断了供应，达标实验的条件不成熟啊！同志，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越是要鼓足勇气，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，我们也要上。同志们，我们的损失还不大吗？闭着眼睛蛮干，是对国家、对人民的极不负责任，是浪费吗？我坚决反对。安建同志，有不同的意见，可以提出来大家探讨，不要激动嘛。那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同意的请举手。既然大家持不同的态度，那我少数服从多数。但说实话，达标这件事情始终是我一块心病。等到将来形势好转了，我们这个目标一定要达到。哎呀，这我们什么时候去？哎呀，你说。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了。
你说过去就那点粮食吧，这凑合凑合，这一家人还够吃。你说现在整的这不到月底，这家家户户都断顿了。那还用说吗？肚子里没油水的吃的就多呗。爸，这事儿也不光是自然灾害，苏联跟咱撕破脸了，那不是给咱来了个釜底抽薪，就是要跟咱要债。以前咱厂那些设备您都知道，是无私援助，现在呢？ 都裂到账单上了，老天爷不争气，偏偏这时候来个自然灾害，扛着吧。我还听说呢，跟咱们要苹果，弄这么大一窟窿，看没有，漏下去的不要，爸卡在上头才要，你哪有这样的？不管他毛病不给。哎，爸不给。哎，好爷爷。哎，哎呀，哎。 这点草都打了消毒水了，你这都不臭了？你看看，哎呀，那还能有谁呀？养玉环呗，哎呦，它最爱干净了。真讲究，来，哎，哎呦，师母，师母，你看这，哎呀，您怎么吃这菜啊？这叫徽菜，这是有，哎呀，不好吃的人也会肿的。没事儿，我知道。 你把这个啊，用开水焯一下，然后再清水里边再泡上半天，不会吃出病来的。我们家老头子上不了山，只能采点这个，总比没有强，对吧？哎呀，那也得小心着点儿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们家啊，这菜挺多的，给您这点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奶奶，不行，这个扔了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给您。哎呀，这，不能吃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看看这。 叫我怎么谢你们呀？哎呀，这客气什么呀？好奶奶，您拿着吧，你给郝爷爷啊，你们是长辈，缺了谁的也不能劝你们的啊。对，哎，是吧？守寡的子眼前过，我什么年景没见过，解放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灾年，如今比那会儿好多了，有政府管。哎，好奶奶，嗯，哎，那个小鬼子倒台的前一年，也没听说遭受什么灾害，那粮食缺的。哎。 哎，山东老贾哈，哎呦，都吃相子面了，哪都拉不出来。这个宣统三年，我们老家遭大旱，饿死的人呀数不清，社会秩序大乱。可你看如今，社会秩序好好的，共产党联名，跟老百姓共甘苦。哎，可不是吗？俺家打车坐天吧，上医院去看病号，碰见咱们市长了。 哎呦，咱们市长那个腿肿的跟大象似的，咽一个坑。听说把粮食都给咱们老百姓吃了。是啊，啊，别说市长了，我听说现在毛主席都不吃肉了。哎呦，那可不得了，可不能亏了毛主席啊！咱国家还得靠他老人家掌舵呢。哎呦，可不是嘛。嗯，哦，就过去了。是。 能把苏联的债还清了，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对对，没错。嗯，是这么回事。会过去的。又什么都没有，别走，不是，等等。不吃，不吃，别走，别走，开个会。来，我去。不吃，不吃，你回来。开个会，不行啊，休快点。开会，开会。哎呦，开会。咱们不能天天这样。 什么都没有，天天过日子过成这样的，那就不行啊！什么叫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想要什么呀？现在有什么呀？不是燕儿，我跟你说，咱开会不带急的，我就直说吧。我觉得你妈呀操持这个家确实是辛苦，也操心。咱这家的情况咱也都知道，但是燕儿没出彩儿啊，可能你妈在这个，我觉得能力上各方面已经跟不上了。 假如叶文的意思就是你要是力不从心，我可以伸把手接着你妈，我施展一下我的那个管理才能。行，我正发愁我当这个家呢，你接手吧。接手，你就一说就完了。那怎么着？你当着两个孩子，咱得有一个交接仪式吧。行。 你想怎么交接仪式啊？我就说那些账目啊、钱呀、什么这票那票的，我得接手，我得心里得有个数。你等着啊，我。
我拿账本去。常志元同志，请验收。啊，不是就这么点了？你以为咱们家财主呢？你想以为咱们家能有多少？你要是这么点的话，你也得念一念，让我心里有个数。我现在不能动这个。给你办念，这两年的，都念，都念，念给他听听。就念这几个月的就行。去年3月4号，大大爷问咱们家借了9.7元没还。6月13号，三姑问咱们家借了14.2元没还。9月6号，小姑问咱们家借了9.2元没还。接下来是，哎爸，这三姑怎么老说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呢？先别念，你就光是姑和大爷，就没有姨什么的？不，这一篇上记的就是我大爷和姑的。你把这一页翻过去，翻过去。给他念，给他念。这篇是姨家的。小姨结婚，咱们家给了20元。他同意的，是不是你同意的？这个是我同意的。大年初三，四姨，这什么也没写。你说这就是事儿吧？这就是事儿吧？你四姨借了，你为什么不让他空着呢？给了吗？你那天你给了吗？你答应给人家，你都没给人家，你还说呢你？我做事做的可绝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你两个记这事儿吗？四姨来咱们家借钱，你答应给了，后来没给，四姨哭着走的。走完了之后，我妈在家还哭呢。爸，我不是说你这事儿，真的，你做的挺不地道的。我们家姐儿七个没花过你一分钱，唐志元，你就别说了啊！行，呀，那，散会。散什么会呀？还有呢，这咱们家花了多少钱买这粮票？你再看看。去年整年买粮票，2、3、4、5、6，花了37.6元。你现在不会管多少钱了啊？那个咱就你要是现在这样的话，我就这个账我就接不了了。别呀，你大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呀。为了咱们家这新当家的，咱们吧唧吧唧呗，吧唧呗。这是给爷们儿的，谁都不能吃哈！妈，你真偏向，我们都吃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哎呀，啥？快回去，我回屋去。这给爷们儿的，回去看弟弟去啊！就是看弟弟哈，待会儿给你整我窝头吃哈。哎呦，大哲，你说这个爷们儿吧，光会哭不跟你说话。真行。哎呀，你快放心吧，他会想他妈，也是个哑巴。这，闭嘴！说什么呢？他不是到医院检查过吗？没毛病。那你说他怎么他？爸，我在里屋就闻到香味了啊！去，干什么？这是给爷们儿的啊！就知道爷们儿。哎，你说你们俩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惯子就等于杀子。哎呀，行了，等你当妈的时候你也这个样子了。哎，等有了再说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要出去一趟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去，走。爷们儿，满脑子就爷们儿，出去了吗？啊，走吧。真没有事儿。哎呀，你咋那么多事儿啊？他有的孩子他开口早，有的他开口晚，咱爷们儿就属于那种开口晚的，知道吧？没事儿，行，放心吧。行，那把他抱过来，给他吃啊。完，再抱过来。啊，走。你那不是还有一口吗？留给你哥喝吧啊，他上班累啊。听话啊。来，爸，你不吃了？我一点都不饿，爸，你再吃点吧，你还得烧锅炉呢。现在是困难时期，能省一口是一口，精打细算才能细水长流。等全院都没吃的时候，咱家还有粮食，方显出英雄本色。哎呀，行了。哦，对了，他爸，有人给咱们家儿子提亲了。说是对方啊是个寡妇，长得嘛还凑合。年龄也还凑合，最重要的，人家出身好，是贫雇农。你不能因为我出身不好就给儿子找寡妇啊！那怎么不是因为你呀？要不是因为你出身不好，儿子到现在也找不着对象。真是的。妈，我不想找对象。你别老盯着天秀不放啊！人家跟你一样，也是二级运行工，
再说人家老唐家不会看上咱们家的，天秀啊，也不可能嫁到咱们家来，你就死了那份心吧。我没盯着天秀不放。行了，妈，我事儿你就别费心了，我上班去。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吃。这爷俩，吃吧。来来来，芳草。哎，姐，干嘛呢？这张劲松给我做了一条裙子。哎呦，真好看哎！真的，我这太花了吧？真好看，这得试试看看。穿得出去吗？手真巧。能穿出去，就是稍微。是不是有点短呢？对，有点短，是不是能改改啊？他肯定会改。啊，有亮。没亮，他也能给你放出来。哎，你姐夫炸的豆腐，真的啊？豆腐渣丸子，闻着就香。尝尝吗？嗯，一会儿尝。他们俩呢？去公园了。哎呀，你最近怎么了？老咳嗽，我看。就前一阵儿感冒了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落下咳嗽了。没关系，吃着药的。你要觉得不合适，就得上医院看去啊。哎，你怎么样？这镇权交出去了，日子过得舒坦了。自从你姐夫当了这个家以后，整天耀武扬威的，我都快成了他受气小媳妇了。我当时跟你说过，这不该交出去。你现在后悔了吧？挺后悔的，你看看你，哎，起来反抗！反抗什么呀？你起来反抗，挣脱的只有是锁链。得了，输了说，那还不得要他的命啊？他能放权吗？现在得意着呢，整天做个豆腐渣子丸子，哎呦，不够他自己吹的。哎，姐，我给你出个招，开他的宾会。怎么开？批斗他呀！天亮跟天秀听你的，这没跑。天明，天亮，啊，秀儿，嗯，我想问问你们俩啊，你们说自从你爸爸他当了家以后，咱们家这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，妈？反正我觉得咱们家这日子过得不怎么样。妈当家的时候，每个月都给你们零花钱吧？只要发了工资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俩发零花钱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爸当家以后给你们发过钱吗？妈，你不说还好，你一说这事儿我就来气，一分都没给。而且我问他要了好几次了，每一次问他要，我爸就那样，啊，过两天，过两天，啊，过两天，过两天，啊，过两天，过两天，到现在一分都没给。而且你爸不光抠门呢，还铁公鸡一毛不拔。上个月我让他给我买一个围脖，嗯，你们猜最后他给我买一什么呀？买什么？什么呀？毛巾。哟，给我买两条毛巾让我系上用。哎呦，我爸也太抠了，他这样太不像话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秀儿，咱爸不光抠，真的，你发现没有？最近咱家有什么变化？所有能上锁的地儿全让他给锁上，这防谁呢？防咱们三个用不着跟防贼一样吧？把咱家弄得跟保险库似的。防你们俩呗，哼！所以我想把你爸呀，把他这权给他夺回来。我看行。关键是，我爸他能把权交出来吗？开家庭会议呀，咱举手表决，选他的时候你们俩别举手。没问题。哎，是吧？对了，妈，你知道一件事吗？就前两天我爸把烟落在那儿，我一看，如果我爸没拿烟不行，我拿起烟就出去追，想送给他。结果你猜我发现什么了？烟盒是握手，可是里面的烟装的是大生产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全拿咱们的钱。就是。这唐世元要这么干可太不地道了。反正我觉得他挺不地道的，这事干的，拿咱俩零花钱干了什么事儿了都。必须让我爸下台。天亮，天秀，你们两个都大了。要认清形势啊！不要当叛徒。谁当叛徒了？听爸爸把话说完。
蒲哲高叛变革命，下场惨不惨？不惨，因为他是叛徒。你先别讲叛徒的事儿，你的问题还没交代清楚。我什么问题啊？你说你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握手的烟盒里装着大生产啊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什么？我怎么能知道？我亲眼看见的。我告诉你，不光我知道，秀和妈全都知道。先说主要问题，孩子们，你们拍着良心问问自己，自从爸爸当政以来，你们的生活是不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？我们俩的生活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，那就是我们的零花钱没了。钱呢？当然了，爸爸也有失误。这样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个月在你妈给你们两个零花钱的基础上，每人给你们2块钱。2块。真的假的？爸爸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？什么时候不算数？那咱就开会吧。行，这个，你真同意这个民主选举？大家的意见啊。好。那我现在就说，同意乔方业当政的，请举手。乔方业，乔方业，就一票，一票，一票，同意唐世元同志当政的，请举手。我同意。小叛徒，仨叛徒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是让敌人收买了，有你们后悔的那一天。瞧你德行！上次在劳模会上，我爱上了人一个呀！哒啦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啦，他的名字叫赵振华。不是你这干什么？你这刚高兴高兴，我看你今天都高兴。那当然，你这多好听啊！正好趁孩子们都不在，咱俩对对账啊。对得上，燕儿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？自从你当家以后，尤其笔账有疑点。有疑点？哎呀，你真有意思！你说吧，你说吧，哪几笔都在我这脑子里装着？哪几笔？唐元，到。这几笔账怎么回事啊？攒起来了。在哪儿了？买。买什么了？埋院里了。等着。埋哪儿了？哎呀，咱别动了，行不行？这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挖去！挖什么？你这么多人，多丢人呐！那我不管，挖去，挖去，挖第三尺，挖去！我说我错了，就。
那个，我说那哪儿？树上呢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找梯子。不不不，不是不是，我真忘了，爷我错了，真忘了。呀呀呀呀！天明，天秀，天亮，这回你们真的看清楚唐世元丑陋嘴脸了吧？看到了。你知道他这叫什么呀？假公济私，私藏公款。再说他答应给你们的零花钱，他都兑现了没有？从来没有。哎，不过我爸打了欠条了。打欠条管什么用啊？他耍赖他，你们有什么办法呀？可是妈呢？虽然答应的钱没有他给你们的多，但是我说话算数啊。我有一次没给你们钱的吗？所以你们还同意唐世元继续当家吗？绝对不能让啊！强烈要求更换当家人，唐世元必须交出私房钱。对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我们俩是坚决拥护妈的英明决定，是吧？那咱们就这样，咱们还是举手表决。你啊，天明，举手表决了啊！我代表他，我代表。嗯嗯，同意让唐世元继续当家的，请举手。我同意。太没羞没臊了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同意，乔方毅，继续当家的，请举手。我同意。我代表唐天明。别动！哎，别动，别动。痒。快出来了，快。进来，进来。哎。什么声音啊？谁家的孩子在哭吧？好像是天明吧？不对，是小海，肯定是小海。小孩子哭很正常嘛。我去看看。哎，看看你，这泡脚呢？人家孩子哭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没事啊。记着别人家的事儿，咱们也会有孩子的。我给你生一个。我是说呀，你看这个小海不是张景桑亲生的，他会不会虐待他呀？不会的，景桑对小海可好了。正好啊，咱们不惦记着别人家的事儿行吗？咱们呀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。给你拿毛巾去。嗯。哎呦，咱星期天可不能这么闲着啊！咱起码来个小秋收啊。有道理。我觉得咱们应该啊，去挖点什么这烂地瓜，捡点这干白菜叶子、萝卜缨子，还有这地瓜秧子什么的。净想美事呢，哪捡去？我跟你说，等你去啊，早没了，对吧？哎，芳草呢？看技术书呢。哟，你说说你们家芳草啊，自从嫁给了这劲松，哎呦，那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安稳，哎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家里头收拾的是利利索索的。哎呀，啊，你说这劲松娶了芳草啊，真是开了眼了。你说也很奇怪哈，你说劲松吧，平时吊儿郎当的，哎，就是对老婆好，对孩子好，还手巧呢。啊，你说自从啊芳草过了门以后啊，这家里头大人孩子这衣服啊，哎呦，都是劲松给做的，那叫式样。哎，气死那洋服店。哦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有一次啊，我看见芳草穿件衣服，我以为她披了个床单子，赶紧这一问呢，结果是个什么衣服，叫是什么？风衣啊，叫风衣。你瞧你土的，说土，你说这劲松红花绿叶的把他老婆打扮的，哎呦，真是。哎呦，你谁家孩子哭呢？哎呀，俺家爷们儿，饿的，这不打车去弄粮食去了。看你们家这孩子起这名爷们儿，都乱了辈儿了。就是啊，那不打车给起的。哎呦，是。哎呀，你说哈，你们家这孩子吧哈，就是说话晚了点儿，别的倒是没什么毛病。哎，你说这爷们儿也怪啊，都三岁了吧，怎么还不会说话呀？好奶奶，这不随他爹吗？俺婆婆告诉我哈，打车五岁才会说话。哎呀，哎呀，回家回家，都到最后了，回家，快点，快快快拿着，回家，回家，快点跟你妈回家，回来了。哎，弄的什么呀？姑娘，这是您这一份，不多，拿着拿着拿着啊。哎，你们别走，哎，金总来，那个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刚才在路上啊，听他们说。有人现在到山上去采这个薄了叶子，也能充充饥，放在这个主食里拌在一起。你说那吃起来能是个什么味儿？哎呀，里边有淀粉，说是也不错。人家能采，咱为啥不能采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总比饿肚子强吧？对呀，你这个时候你能有啥呀？对吧？可以试试嘛，是吧？嗯。嗯。自己来。这儿收拾，吃完饭我们去看电影吧。看什么电影？天仙配啊，又是天仙配。嗯，都看了八遍了，都背下来了，你还看？看十遍我也喜欢，多好啊！七仙女，董永。还说呢？上次偷了我那个什么东西去换电影票，我还没说你。哎呀，真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偷来偷去的呢？哪好不好啊？我们去吧，啊。嗯，哎，快点，嗯，快。谁啊？哎，哎，来吧，来了。哟，罗师傅，哎，来，进来坐，方便吗？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啊，不是你，干嘛嘛？你这怎么不走啊？等你呢。干嘛？不是搞菠萝叶子去啊？这还不去没了。嘿，你看我把这事给忘了。我就是我在楼下等你。来，等着，我马上下来。你去不去？去去去，马上下来。我等你啊。啊，好好，快点。哎，马上下来。你看人过来叫我了。我得去了啊，郑海，不去，你的那个经验不能够推广，菠萝叶没有营养的。这不是我的经验，是他们告诉我的。哎呀，不去，你说好了，我们去看电影的。有啊，我跟人家说好了，人家去我不去，像什么话呀？不去，我就去了啊。我去看电影。你自己去啊，快快快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罗师傅来了。哎，看您这么眼熟啊，您是不是那个工程师大院那个田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叫田家驹啊。哎，田工，你说这菠萝叶子怎么吃好吃啊？这能吃吗？这玩意儿？谁知道呢？回家试一试不就晓得了吗？啊，真香啊，勾起了我的烟瘾了，怎么没烟了？我烟瘾大呀，烟票不够用啊。你等我一会儿啊。
哎呀，干什么呀？不是我抽，那个公司大院那田工范闫引啊。来来来，阿姨干什么干什么？严师傅，严师傅。 我问我爸要的，谢谢，谢谢，小伙子，你这个朋友啊，我是交定了。嗨，没事儿，抽吧，我爸那还有，走了。芳草，干什么去啊？我去安主任那儿怀本书。 风这么大，披上件衣服，别着凉了啊！不冷，听话，你万一感冒了，不是还得我伺候啊？来，去吧。嗯，妈妈，我也要去。你也去啊？走吧。哎，哎，哎，静彤，哎，你给你老婆做这个浴服哈，哎呦，当然，真漂亮，哎呦，太棒了，就这件衣服。哎呦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个风衣啊，可不是人人都能穿的。 他蛮讲身材的，什么风衣啊？郑海，劲松给芳草买了一件风衣，他们可羡慕了。我也要一件。行，下月发工资给你买。陆师傅，啊，你们家那个菠萝叶子能吃吗？嗨，别提了，都扔的差不多了。你们都吃了吗？吃什么呀？都烧火用了。我跟你讲，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能吃，全扔了。 哥几个，咱那想想办法啦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一家老小真得出人命了。光说不行，那谁有什么好办法？哎，谁想出好办法，我有奖励，还有奖励呢。是你说的，我说的。那我可还真有好办法。说说说说，说说看。说说说，咱这么着，咱搞一次节约粮食表演，对外呀。哎，这不错。 还行啊，大伙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大家没意见，下星期一开始啊。那就搞呗，那还说啥呀？陆师傅，啊，那这事这么定了，我来组织。行，行，行，吧，局长，这事交给你啊，你来吧。行，立刻干好啊！组织好，组织好。这样啊，开始之前我说两句。这次啊，在这个上级组织的支持下，和咱们大院同志的积极配合下。 咱们这个大院的接粮活动呢，马上就要开始了啊！开始之前我说两句，这是一个创举，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玉章，没人想听你瞎咧咧，就开始吧。哎，罗玉章，你赶紧吧，就别在那儿了。行行行行，开始开始，谁先表演？郝爷，您说吗？我说，我这家伙事还没弄完，把这个地瓜梗子。 碾成面和面粉和一块吃，这是我们家的发明。哎呦，还发明呢！地瓜梗子没找着，看我这个啊，你那一点都不适用。我这个，哎，这是用啊一种叫老母鸡肉的野菜，把它泡了，碾碎了，做的窝窝头。哎，我觉得这味道还挺不错的。大家伙尝尝啊！哎，尝尝，都别动，味道。我先尝一口。哎呦！ 怎么样？嗯，这孩子，这咬头啊，还真有点像老母鸡肉，但是这味道不对。哎，哎，他六婶，你看看我这个哈，我这个是产了豆腐渣做的窝窝头，肯定比你那个做的好吃。哎呀，豆腐渣上哪儿找去？哎，成本太高。来来来，这奢侈品，别动，还是我先尝尝。你这，这个死老爷。嗯。 味道确实不错，但是这个豆腐渣是奢侈品的，上哪儿找去啊？成本太高，有点找去。那报纸上不都说了吗？养那个小球藻，说那东西它有含那个蛋白质和淀粉，就是比较麻烦，折腾差不多搅和搅和。你说的那哪有时间侍弄啊？哎，罗叔，你不会养个王八吗？你让那王八没事就在那搅和。你们像王八，小兔崽子。我觉得呀，我说两句啊。 你们这些啊，都不切实际，还是从自己做起，从自己身边做起，对不对？您啊，我觉得
一，一定要计划用它；二，杜绝浪费。像我们家吧，每天吃饭的时候，先要出今天的定量来，绝不寅吃卯粮，这是一。再一个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小发明啊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张扒皮，用它来咔哧锅底，每天呀。 至少5000粮食，你钱那锅底还不漏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一天5000呐，这，哎，志强，你脑子快，你算算，一年多少？365天，18斤2两5钱，听见了吧？18斤2两5钱呐，而且咱们还得吃出质量来呀！不是，这怎么能吃出质量来呀？去钓鱼呀，熬黑鱼汤喝。你没看我们家芳嫂跟小海让我养的白胖白胖。 锦松，你说这个钓鱼技术难度太大了，没几个达得到的。那就饿着得了。柳师傅，柳师傅，你说两句。要我说呀，就是躺着别动。礼不变，应万变。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那乌龟王八且活呢。哎呦，爸，你可别跟乌龟学呀！哎呀，去，都给我闭嘴。 相知相守不忘，我们是同一家人。